今日咧又出另一条新片啦。咁咧喺呢度咧，首先奉劝我哋嘅观众们啊，将个界面转做英文先吓，尤其系学生嘅朋友咧，嗱转做英文咧可以学到好多生字啊。咁啊呢度咧，今日我哋出一条片咧，就系介绍星光联赛，就希望咧嗱，我哋由呢个系我小号嚟嘅，由呢个银一啊打上钻一俾大家睇。咁咧，咁星光联赛大家有了解有几深呢？其实咧，星光联赛咧个奖品咧，其实都几丰富嘅。咁你见到啦，我哋咧就系、是、可以有个 skin 啦。如果你赢满60场，咁啊，另外咧，咁啊，当然要用纸币去买嘅。咁啊，另外咧就系、是、会有一啲头像啦，咁同埋都会有纸币嘅。咁啊，对于星光联赛，你有冇咩感觉咧？我觉得就可以慢慢玩咯。如果你玩小队嘅话咧，约人玩会好啲。咁啊，呢度睇到咧，其实有啲战队咧，其实对星光联赛嘅要求都好高嘅。例如呢个魔教咧，大家系一定要转一先可以入噶吓。咁啊，其实玩星光联赛咧都系有好处嘅，就系、是、咧可以你对个角色，每个角色喺边个场地系可以配合到，同埋同其他队友嘅配合啊。Where is Wally 啊？你见到佢啊 ，Solo 啊跌咗啊，之前咧系紫色一嘅，而家跌咗去得翻钻三啊。恭喜佢先吓，咁啊，今日我哋睇嘅两场啦，其中一个场地咧就呢个场啊，呢个咧其实我都觉得以前咧就好难玩嘅，以前咧即系可能遇到呢个场咧，如果玩星光联赛或者战队嗰个星光联赛咧，会即刻咧唔揿任何掣啊，因为你会搞到断线玩呢个场嘛，咁而家我都觉得 OK 啊，玩熟咗嘅话就。咁啊，呢度我哋咧要记住啦。如果去玩星光联赛咧，咁啊记住大家打嘅时候咧都分开三条线啊，左中右，唔好逼埋一齐。尤其你见唔见到阿 West Wally 啊、阿 Penny 啊喺度射住。咁同埋咧玩呢个金库咧，有一个好重要嘅咧就系杀咗人先，唔好挂住打个金库。呢啲咧系有时候咧就系人哋话俾我听啊，领略到嘅。咁其实阿睡觉嘅时候，你见到个塔咧，都可以睇下点样去处理啊。系咯，所以我就嗰阵就谂到拆呢一格咧，可能会爆码头。咁啊，见到啦 ，Penny 咧喺度呢个场咧就其实系用射啊，用远射为主噶啦。咁啊 ，Penny 咧就好麻烦啊嗰个位。咁啊，见到个塔咧就不断喺度射紧。咁啊，其实咧，但阿 Wally 咧都讲俾我哋听咧，其实呢个场咧 ，Spike 应该打右边。那个火箭佬咧，应该打中间喎。我估因为始终佢嗰个火咧留喺地下个时间会耐啲，可以卡死啲人啊。可能系咁啦，不过我觉得咧，玻璃个塔可以摆偏啲，咁冇人可以射到佢嘛。嗱，呢度又赢多一场先啦。咁啊，如果大家系有策略，三个人咧夹惯夹熟咁玩咧，又。银色一咧打上去紫一咧，打上去钻一咧，系其实唔难嘅。大家有冇见到咧？两边咧都有个木喺度啊。咁爆墙咧，其实都有嗰个艺术嘅，唔好咁乱咁爆啊。通常咧就系爆自己近自己嗰个木。点解咧？因为人哋队友咧，即系见到阿 Wally 啦，佢而家咧企喺度咧，成日企死嗰个木嗰度，就做掩护。千祈唔好爆呢、這个，有时就上次你爆错咗，俾人闹啊。有爆错咩？好似有嘅。错你成日都问啊！打机有少少激情，因为你驳嘴嘛，有时候话你唔啱，你咪认咯，你又驳嘴。但系我冇唔啱喎。同埋今日咧玩紧星光联赛嗰阵咧，佢又闹我。闹你乜嘢咧？咁我嗱，我只系话一句，冇啊，唔好再屈。跟住咧，佢又好似好恶咁闹我。因为你系有嘛，佢点样啊？玩一下咧，一嘢掟机喎，差唔多想。佢话佢系放低喎。咁头先我话我都系话一句，我冇啊，唔好再屈啫。你都冚埋部机啦，我摆低部机啫，算得咩啊？我抌机，我又唔系嗰啲咩打烂部电脑，我摆低部机啫，休息下啫，唔得。休息下，你唔系一铺同一铺嘅间隔休息啊嘛，你系输咗放低啊嘛。输咗放低，咁输咗咪冷静下咯，输咗稳咪冷静下放低咯，等佢复活之后咪再攞翻起部机咯，得。咁即系我唔啱。得啦。你讲翻呢度啦，咁点咧？依家
得翻20%应该都赢硬啦。唔系狂暴嗰个 R 咧已经变咗，唔系 R 已经变咗电脑，同埋今日有一场咧个咩啊星光联赛啊，连续遇到两次嗰个人啊叫开冰棒啊，咁咧佢就佢都系两次咧都系玩神秘流星，可能系天意咁解啦。同埋我咧今日咧第一次遇到佢咧。他就用使徒11级，好劲好劲好劲，跟住咧今次就 ban 咗个使徒，用9级呢个劲废。咁啊，如果我哋记得佢个名咧，咁啊易办事啦。啊，都好似话咧，如果上到去指一啊呢啲 level， 其实嚟嚟去去都系嗰班玩家。咁啊，呢度我哋睇第二场喎，呢个系一个系咪 lock out 嘅场？大家见到啦，好多 follower， 但系见唔见到啊？对面用边个啊？用艾德加喎，出事啊！咁如果你话街场用艾德加都算啦，因为你可能你估可能会有好多科啦，咁唔理啦。但系呢个时候星光唔在，如果你唔系第一个拣嘅话，咁你用艾德加一定错。对面都冇用科啦，做乜用艾德加啫？同埋讲翻就系、是、对面嗰个 spy 即系咩极星星波银狐咧，系我见到嘅。咁你见到啦，艾德加头先跳过嚟，由三个人夹佢一个又输啦。咁我呢度咧就玩得多呢个星光联赛咧，都可以睇得到边个场地系用边个角色会好。嗱，发脾气啦对面，因为你连续两个都系艾德加嘅。跟住最尾咧，我个朋友咧就黐住我，我系我朋友，跟住咧佢就跌，个大龙都搏唔到，都搏唔到。又跳啦，又跳啦，唉，送嘅，而家佢对面都灰咗啦。根本就输硬嘅，三打二喺呢个模式咧，基本上好难。又杀咗个 spy 啦，同埋我觉得呢盒 block 咧做得唔啱。嗱，既然你一打三啦，我有99%都系输，索性唔好爆啦，不如下铺啦。啊，浪费咗个激进，不过可能佢都放弃啦。嗱，一开始又闹下交先啦。嗱，啊，基本上对面见到艾德加都系屁嘅。艾德加咧唔系唔可以用，系 last pick。如果你對面咧真係好有著數，高難嗰啲咧，你覺得咧係應該好有著數先用。咁呢個咧又同我朋友轉天啦，仲整個旋風俾佢玩。咁啊，都放棄曬啦，大家。咁啊，所以啦，千祈千祈唔好用艾德加，艾德加咧係俾小朋友你去玩 solo 嘅時候用啦。係咯，咁對，咁我都殺埋個朋友，因為第一好隊友死曬。今天这条片就到这里了，请大家 like 和subscribe 啦，拜拜！我们希望继续 keep 住拍啊，由银一打到上去转一。